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其实已经3年正活了，这样四大美女聚齐了。那么四大美女英雄在3D 视角下，谁会更好看一些呢？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来看王昭君，王昭君在这个视角下，整体模型还算过得去，不过感觉她的眼睛老是闭着的。来看看王昭君释放技能时候的动作。接着来看杨玉环，杨玉环在这个视角下，脸型变化有点大，他的眼神里透露着一些愤怒，可能是嫌弃设计师把他设计成这样吧。杨玉环的背面效果，大家觉得如何？来看看杨玉环在这个视角下释放技能的动作。杨玉环走路动作，脚是不会动的，感觉怪怪的。接着我们来看貂蝉，貂蝉在这个视角下，脸感觉变长了。貂蝉是四大美女英雄中唯一一个有待机动作的，我们来欣赏一下她的舞蹈。貂蝉的走路动作是一蹦一跳的，还挺好玩。再来看看这个视角下貂蝉释放技能的动作。最后我们来看看西施，西施在这个视角下模型还算可以的，毕竟是后出的英雄，不过站立的时候头为什么老是低着。西施在这个视角下释放技能的时候都会先跳一下然后再做动作，果然是四大美女英雄中最调皮的一个。那么小伙伴，在这个视角下你们觉得四大美女中谁更好看一些呢？撕裂和梦一场，不必奢望天涯断故人肠。